安总就是喜欢这种虚荣感。明明就是婷宇哥说的。
谢各位，我们真的结束了。我是安董，这是李耀勋，司马耀，古志远，还有我们的施少廷。谢谢各位，大家晚安。然后我们来拍照吧。好，刚刚说要拍照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就把握了最后的时间。我想用我的手机。哦，可以啊，可以 ，OK。这样子嘛，这样子拍，好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我们就直接来前面。好吗？我们大家一起把它完美的做完 ，Andy。对，没错。哎，我们一起拍哦。哎，左勋呢？来啊来啊，你要上手，不要上了啦。哎，有没有人要拍照的？我们就速速把它拍掉，大家回家睡觉。